那各位吼，先先代表，毕竟咱各位技术人员、咱各位议员同志吼，咱今日呢是咱正好我们荣幸得到咱林明明这个推荐，也对咱宜安消防也好，也一起来这个参观，看破树红啊，这个台湾会也好，那但是呢，咱要来纪念的是这个叫做婚游作会。那壶油不过，大家听都听得懂。咱的俗语就是讲，这煮油要静心，或者是咱静气，或者是静兵。哦，安尼可能就听得有。那哦，这个鱼呢，真难听。为什么哦？咱啊，讲较现代，就是讲咱人嘛，现在有些负能量，哦，较不好的这个能量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特点哦，来证明这个煮油的可贵。那哦，等地方带几个锅出来，也产生工这油哦，也会红，这感觉，那将咱身躯变一些负能量来个消除。啊，来再经过咱今天等下咱来发挥，来注入咱的这个正能量。所以今天就是咱的一个发挥的一个起头。那我个大家报告，包括咱各委员，把大家了解咱今仔日也大概流程的走向，吼、哦。它的仪轨就是讲，咱简单要来进行的这个猪油的这个仪式。那咱一个咱猪油，把这个油点来起好的话，咱会先请咱的大盖，第二咱请咱的法器文素，第三要来结成咱这委员，包括咱接触参与咱这个全体，哦啊，咱这特别注意好，哦，那一定的那个啊。三尾秀、正尾秀或者尾秀，我们会会来去接，哦，那亲近我们的身心，包括那个心灵呢。那我们作为一个来进行的这机构的一些，哦，那未来机构会进行鞭炮，哦，机构就是讲，那这装备，哦，咱三日的这个吉安小山发挥，会来进行一个开心，那过片连天，然后那。第三个阶段就是咱有定向的咱的雕花贵宾，包括咱的起座覆盖，咱在长官我们的贵宾已经给咱的助理委员、给咱的委员、众议员进行，再来进行一个起香。什么叫做天香？天香就是讲咱的敬拜的啦，呀，啊不错哦，看起来很快三万，我目前水一点的啦，叫做。那等于用新目标来写新意，再来比个哦来接触这个发挥的意义，那比个提高咱众生在咱后期，把咱这个发挥哦，一旦把咱改变顺利万万，改变一旦来成功啊！哦，所以哦，咱这个可变也当中非常重要。那可以用意向未来增加咱的起点，来到咱的外口边，咱一个哦来做这个成功。我们来进行一个点点的仪式，哦，那我们一个点燃我们的，当本主转到咱七转七起，因为主席吼，一旦讲哦之前的这个疫情啊，天灾大祸，哦疫情的流行，啊希望哦咱一旦救助来点亮这个新天，啊我们这个疫情早点来退散。咱的净土会带来清平，然后啊，予咱这个人民，予咱全台湾整个人民，大家拢会带吼啊，身体健康哦，啊是呢，疫情会带早日消除，就是咱妈祖予咱不做，甲前辈遐扶持安尼。哦啊，咱点点完以后，就是咱起敬率领全体贵宾来进行一个三献礼。什么是三献礼？就是那个献花。献肉、献茶，哦，三年之内，那圆满之后，那我们会稍做一个休息，休息了，我们再进行咱今仔日第一课叫做发表，哦，建发表文，咱伫今仔日甲表文发展，好像咱寄信安尼寄到天庭，好、哦，咱明天众学的拢懂啦，哦，所以咱就来进行一个发表仪式，但是发表仪式可能这个时间上。大家在哪里敬拜吼？随性，无一定讲一定爱拜八万。吼，大家会当身体下面，咱就徛咧拜；会当跪，咱就跪，唔通勉强，因为咱说勉强病个大概容易。吼啊，所以咱会当徛就徛，会当跪就跪。那敢无我真正无法度徛，
啊，要搁做咧对白，伊伊也来坐坐，我去对咱三工的发挥。哦，啊，因为咱即组差不多人变到三千几个，所以哦，单单单伫遐读作文哦，可以即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大家哦，安尼希望咱咧少少的发挥，啊，大家插步，哦，啊，互咱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舒舒拢意，拢拢意啊吼。啊，不做妈做亲最后，我来甲咱保庇，甲你讲好唔好？好，那大家都平安，谢谢大家哦，谢谢。可以同来参与吗？啊，注意啊，向外看，先向注意的所在，先吃吃。啊，等下来进行分享哦。等下吼，那借这机会给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因为等下咱也要注意的时阵吼。那咱要进入，那咱要进入的时阵，大家吼、哦、不用紧张。啊，若风的时阵，咱手滑袂得好，吼、哦，慢慢走，而且走会过危险。来，混香。全体上香一拜，再拜三拜，天官岁数年年中时代的一金银黄在咱土城，正统六金门圣保庙，体现着咱日报吉安，消灾转运，五谷四财大发挥，今日良时吉日，春游得过，有着咱兄。我想驾到广义门圣保庙，有着咱司礼委员翁清莹率领全体委员一同，代表一同，全体先生一同，同安全体会主王德树一同，诚心敬意，得到上苍祈求赐福感祥，也当来庇佑着咱驾到。龙岭门圣保庙主任委员翁清莹率全体委员会一同，代表一同，全体会主一同，全体龙德寺一同，咱龙岭门圣保庙众神神一同，祈求佛像拢有灵验，诺者安，消者还，诺者哥哥添福又添寿，消者妹妹过平安。大家祈求出在光明下清福寿，请来招财当来进宝，人接到路较正常，他只用面顶变化万福，上有迎三拜礼，一拜再拜三拜，进香请上香。全体各位上主三拜升旗，迎岁吉利，三归九叩寿礼，拜，请归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香，再拜。再归后宗，再后宗，六后宗，香三拜，再归后宗，再后宗，满后宗，多香拜佛香。
上帝保佑。
也现在咱的课程叫做分流足过，啊，有着咱的道长吼，来敬重着咱上界、中界、下界，也地府书下来降临，也来为咱加持着咱今日分流足过，咱这个油点，也四方的结界，到最后在咱中央正言第五方的结界，啊，将咱这个正能量吼，这个气场来灌入咱这个油点。也来树立，但且咱的优点嘞，那每个咱的这个会主吼，以及着咱也委员身心吼，来进行这分流聚会，可以接近我们的身心啦吼，心灵那么的结清安。请飘你这边，你这边过来哈，从这边比较安全，你顺风。好来，阿恁，我先试一摆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咱等一下咱用的时阵，咱免过急，啊，尽量莫去打着这个风哈。啊，咱的手伸到底来，你用一下，我先听看哈。啊，你这个消息就是要好，这个消息，这个听是安尼。这正能量阿恁结晶啊哈，哦，这个变好个哈。好来，阿叔你当老师。啊，那边玩那个，
这个是另外一个，我们这个非常的广东人性啊。我们做善行吼，大家会当来请示优点，然后做了才好。我们有等有做洒脱，然后洒脱吼，当花一个吼，嘿。哦，对对对，不会不会，来来来啊！哦，慢慢啊来，豆豆来，拢有机会吼。哦，别来花过吼，啊，说你哦吼，要顺要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洒脱来换一个吼。来，说你慢慢啊来，不急，好来哦，都不急吼。这咱的这个分油丢过吼，啊，这个刚好这个接近咱的这个负能量的哈，好的，不会不会。妈妈来安全地吼，哦，对对对，这里吼，来，我手花一个吼，对对对，你想的，哦，对对，小块的，咱这个平安的，咱平安，啊，咱来要换咱的这个像，咱的这个吼，长衫吼，咱一旦要换。咱这个神仙，若要来过着咱这个分牛的会，一旦吼，拢来啊，咱的这个发布啊头前，小心啊，不会不会，妹妹不会啊，好了哈，这个好过哈，来，咱机会非常难得哦哈，好来。好好